大众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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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放掌。这是第17页是吗？对。第17页今天要讲到第4，受远近者。讲到这个经文啊，讲到金枝一字啊，在佛门中解释啊，就叫贯穿语啊。虽然都是我们现在讲的是祖师的论述啊，但所有的一切论述中的一些文字道理，都是从什么？都是从一切诸佛圣贤的经文上沿经文而解释。所以，纵然是祖师的论述，它也不离金字一致啊，就是经文那个“金”这个字。所以，这个贯穿要在哪里说贯穿？不是等着经文呢、与所有一切凡夫众生呢、心灵贯穿。这个贯穿是全在什么行者的发心上面说贯穿。什么时候可名为行者的？本来凡夫，但有一面想要归家的这种愿行，起一面想要归家的这种方向，是这种在这个方向上，在如是心中的力量上，说明行者啊，说明行者。所以行者必然，他既然发了一个要归家的愿力，他自然而然在心中呢，就会有什么？就会有念念之间，他就有向境的所有的一切的作用性。向就是方向的向，境就是进取的进，向境的一切的作用的发生。如果是一个行者心中没有向境的作用，那就不叫一个行者。所以他只要愿力至诚，自然向境啊，这种所发的所有的一切力量，他就能够明确。所以在听闻到祖师啊，所有的一切就诸佛啊，在一切经典之中指明，就是开示悟入一切众生本来自具的佛之见之中，他就能够找到什么归家的方向。他因为能够找到归家的方向，再跟自己行者心中的所有一些向境的所有一些心中的这种愿力相应，这里面就有什么？就有贯穿意啊，从此后就能够发生贯穿的道理。所以听经闻法，若是你根本不发一个向境的所有一切的发心，你要是在听这些文字啊，你就会觉得好像不过就是增加你的所有一切的内心之中的啊负担而已。在知解上，不过都更深啊，多深一层迷闷而已，因为你不知道要为什么啊。所以不是如是发心人，你若是跟他说如是法，他反而根本没有办法在心中啊能够洗出力量。所以在宗门之说教外别传啊，什么叫教外别传？不入如是理的人，不肯服儒释教的人，不是儒释的真正心中肯至诚恳切要起儒释行的人，啊，都属于教外。什么人都叫教内，但发儒释心的人，肯于顺于儒释道理的人，念念之间愿于去在这个儒释法中念念之间愿意去增上的人，都叫教内。 但要是一发如是心，都是教内。那所说的一切言论，自然而然在他心中就能够起出豪杰，起出种种的，就是能够发起，起出种种行者内心之中对他的深刻的体会，跟他念力之间与他相应的种种方法。这种方法起自于谁？这种方法起自于行者的恳切发心。这种方法起自于经文上所有一切文字之中的，所有道理中的，在潜在意识里的接引啊，这就有贯穿意啊，就有贯穿意。 所以要听到，尤其是华严一海，你要是真正不发如是想要归家的心，不发真正在这一生中啊，想把自己就在假借这一生中的生命，自己为自己找到自己的本来面目，把自己这一生的所有一切的光阴，当做将来生中的生生世世菩提资料。 那你不发如是心了，那似乎在华严一海，你可能也不过就是听一些你根本心中没有办法去相应的道理而已，甚至于你根本就会怀疑这些道理是真的吗？所以有时候再与人沟通啊，不管怎么样再讲，再与人沟通，他都会觉得在这个道理听起来似乎好像是对，但与现前每天的生活、每天的起居跟每天的面对，好像又特别遥远啊，就感觉到非常遥远。 因为我们众生呢、甘心沦落在业感的世界里面，已经深沉，从来不知道心性中的不可思议力量。但你不知道业感所给你起的这种生活上的感觉，都还是什么？都还是你过去离心所成，背于自己的心缘所成就的。虽然背于心缘所成就的业感，但是显现之前，它还是没有什么，没有离开过心体啊。 如果是要离开过心体，你如谁能够现如是业感？因为业感现前时，也是什么？也是一切众生的心呐、啊，心中的本体表现处，是根本本体的流露处。只是在他的业感流露处时，众生只执着在所有心体流露出业感的那个最末端的幻象而已。 行者就要担当，在一切业感最现前的最末端的幻象，他都能够看到最初时的心中的灵明啊，那个就叫做向上一句，那个就叫做从此以后就在什么，就在根本每一个法中照见他的最初的源头啊，就最初的源头。但是你坐在如是业感，所以你感觉到很远，很遥远。 但是你不知道，要是你背离如是心体，你将来所有的一切世间的行为都是什么？不过都是随业感束缚而已。你觉得好像现在，你觉得过得还好，你觉得过得还可以啊，那都还是都还叫做不自在，都叫做可怜人，那都是业感束缚啊。你没有一念可以做主，你没有一念是真正你知道心是怎么样发生，心是如何成就，你没有一念，你没有如是智慧啊。 所以这种呢，假如说我们孩子，尤其是佛门弟子，还是沉迷在现在的所有一切业感之中的自以为是，以为还觉得不错，因为还有福报，觉得不错，沉迷在这种念头里面，将来我不断的跟大家告诫过，将来总有一天，你现前的所有这种感觉，它都会离你。 去，但是他说要离你而去的时候，你一点啊想要抓他的这种啊一切力量都没有啊，想要再抓到他一点的这种方向、这种力量都不可得。现前的所有的一切，你认为的所有一切的感受，都会将离你而去，它会变成将来的业力中不断在组合，就变成将来的业力。但今生你所感受到的所有一些还可以的这种观感上的一些感觉。 其实你以为将来还能够抓到如是感觉吗？感觉是随缘现的，如梦如幻。你能抓的就是你在如是感觉里面，你一直甘心受其迷闷，甘心在这种感觉之中那种执着的相续的那种那一个手掌，那个冥冥之中的那个手掌把持的那个手掌，那个势力，你将来是随这个活的啊。这个势力执着相续的力量在强势。 将来生中的业感在现前呢，不管是喜是怒啊，是哀是乐，只要现前时，你同样就是用如是啊过去生中所自己培养出来的这种强力啊、强而这种力量非常强势的这种执着的这种业力，你就攀援在上面。从此以后，你还是什么？还是受世间的幻业它支配而已啊。那这种业力多深，执着多深，那都是将来的苦事啊。这种执着就是苦，所以佛门中讲什么是大苦，众生妄执为大苦。你不过就在培养这种妄执而已。所以你现在还在说，觉得还过得还可以，怎么样？那都是在培养妄执，全都是在妄执上。你不要认为可以啊，可以当下，那你就是什么？你就是不断的长养内心，潜在意识里面，甘心还留住在这个感觉上的那种攀缘执着的业根，那个这就是你将来流转出去的生死根本，那个是必定是你到生生世世啊，所有一切世间中必定不可以见到大乐的根本罪业源头啊。那不可能大乐，因为他永远是受业力支配，而且他甘心被支配，他甘心去追逐，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发心啊，还是要发心，千万不要这被现在的这种感觉所迷闷啊。在经文上，你现在既然说实在的还没有这个因缘出家，但你要是真正懂得道理了，还必须要在家你要发比出家更精进的心，因为在家的这个生活。眼耳鼻舌身意，24小时里面，每天面对的都是诱惑。你每天眼睛见色，耳朵闻声，那都是什么？都是你过去烦情的所有的种种业感牵引的。这种维系到什么程度？维系到就是平常师父讲的，镜子照射当下其实就是镜体，可是凡夫他感觉到就是镜色。红尘中在家生活，全部都是堕在什么？都坐在感觉觉观的最末梢，那就是什么？那就变成近色那种感受，全部都在近色这一块。你绝对没有办法在所有的一切家居生活的每一个起心动念感受里面，你能够体会到那种决心的明镜，绝无可能。你一定是追逐家中环境之中的每一个喜怒哀乐的种种气氛因缘。每一个因缘都是什么？每一个因缘现前处都是叫你背离觉体，就好像近色现其处，每一个近色现前处都是叫你背离净体的时候，其实近色净体就在一起，就在一点。但你家居中的生活，因为过去的业力太深，那种感觉观感，大家都是因为观感相聚啊，都同样能够活在这个共聚在一起，都平时都是在什么？都是过去的业力亲冤眷属，那种亲冤的那种关系，那种感觉就是观感太浓厚了。所以每一个家居之中的所有的一切气氛，你绝对都是什么？都是堕在最末梢。那个末梢于什么？就是我讲的那个譬喻啊，都是堕在近色之中，而永远再也找不到镜体，就是找不到镜子的本体啊。所以家中的修行呢，要比出家要更勇猛，要更维系才行啊，更维系才行。因为你起心动念，念念之间都是堕在观感的最末梢，都是堕在他念念之间叫你遮蔽你本来面目的那个罪业的源头上啊。唯有在出家那时候，出家他也就一定能够修行嘛。我讲的是毕竟出家，他真正发了一个出家心的人。他在那个出家环境里面，看到每一个现前大众熏修的那种力量，念念知道惭愧，因为念念知道惭愧，虽然还不能够懂得毕竟的道理，但是他因为惭愧心故，他再也不敢再跟他现前的每一个念头上的喜怒哀乐气氛相应。他念念之间就是什么？就是脱离过去无量劫来的深厚的业感因缘，他就是脱离。虽然这都还是叫做小法，如实脱离都叫做小法，但是最初你不发如实心，不发如实出离心者，将来你想要在每一个起心动念当下，过去看到的是近色，你现在能够在近色之前看到的原来都是净性的光明，都是净体的大照。也就是说，在过去看到都是一些喜怒哀乐的念头，但将来你在念头起处，这个念头一念不能舍。但是不能舍住每一个念头当下，你居然看到都是什么？都是大觉心性的平等光明。你这种哪有如是可能呢？你要是不发最初出离心，你根本就被业力之中的势力常常就如是随逐，如是不断的牵扯，你哪有可能有一天你真的就在每一个念头上看到都是什么大觉心性的作用？是绝无可能。要不是在这个上面修的，全是外道。如果不是在这个上面修的，你会发现他将来必受流转。就算你在这个上面再说什么世间善恶二法，那毕竟还是什么？毕竟你就是不认觉体的人。 就好像你永远在近色之前分别黑白，分别好丑好坏。那毕竟你是离开近体的人呐、你就堕在近色之前分别的善恶好坏，就是像这黑白这些种种的对待，那都是什么？那都是近色这一块对待之中啊，都是什么？都是彼此牵扯。因为所有一切近色这一块，既然已经背离近体了。 就算你认为是善，那还是什么？那早就叫做流浪，那早就叫做如梦如幻。你但要住在净体之中，见善见恶，见黑见白，心中大明。这种大明之中，心中平等。这种平等不是说平等之中，你把黑当白，白当黑，不是，而是因为大明之中其性平等。所以他知道如是法中现如是法，叫做黑；如是法中现如是因缘，叫做白。心中比别人体会的更如是深刻，更如是深，这个就是深入，这是大明处。他为什么能够在一切法中能如是深入，如是大明？因为一定其性平等。 若不平等，就不能大明。堕在黑中，不知道白，叫不平等；在黑就永远分别不出白，所以你也不可能大明。堕在白中，你不知道黑，这叫做不平等。但不平等法中，从此以后你就起对待，对待之中，其实你以为对待他还能治吗？真起对待的，他就已经什么昧于灵明，昧于良知，他就再也不能治了。再白不知道黑，再黑不知道白。 所以，真的能够在黑白之中都能够维系深入一切缘起的人，这叫什么？这叫心中大明。为什么叫做大明？因为其心平等。白时能深入一切白，但心不堕于种种白中势力；黑时能明白一切黑，心不堕于黑中势力。这是大明，这是平等相。所以平等相中一定能够入什么？入维系智，才能入维系智。所以中国老祖宗早说什么？ 旁观者清，这不是讲玄，这不是讲妙，这是你本来的心中的本来面目，这是你本来平常日用的时候，你都是用如是心的。就像我常讲那个镜子照射，它本来镜子照射的时候，它从来非黑非白，镜体从来非黑非白，所以它才能够黑来现黑，白来现白，它平等现象，平等照耀。 你决心本来非一切法，所以你才能够在这一生之中，虽有一切法同一种念头现前时，你都能够平等，能够现知，你都平等能够照知。只说明在我们的平等能照知当下，你就会甘心忘堕于什么？忘堕于执着，忘就是想能够唤起种种执着，妄想起种种攀缘。 你这种唤起的执着、唤起的攀缘，其实在大觉心中还是什么？不过就是大觉心中现如是相而已。你却躲在相中不肯回头，你觉得攀缘之时，大觉都不是攀缘，就好像镜子现黑之时，镜子从来也非黑。你觉得攀缘不过是觉心之中现了一个攀缘的相，你却躲在攀缘的幻象之中，误以为我全心是攀缘，所以叫做可怜悯者。 叫做可怜悯者。说到如此，说到此处，那你就会知道，所有一切在家人，所有的一切发心，每天的心中的所有一切作用，每天心中的所有一切行持，哪个不是堕在尘中的尘埃势力？不过都是在觉心根本，他非一切法中照现种种感觉处，他甘心堕在种种感觉的幻象里面，幻以为有如是家居生活，幻以为有如是人间温情。当他真正要是堕在自己执着的人间温情上时，这个人已经是什么？已经是早悖于温情了。所以我常说啊，你不要以为佛门之中讲的这个心中的大明平等，他是不知道任何感情的。 真正心中的平等，真正心中的大明，他才能够深入一切感情的。你自己堕在的那种人间温情、那种感情上，那都是随不同的众生的业感之中所幻想出来的自己心中所需要的那种观感而已。那种温情是狭隘的，那种温情绝对是什么？那种温情绝对是自私的。你再给他觉得人间有温情，那不过是什么？他不过就是堕在这个其中啊，去满足自己的感受的，满足自己的欲望的。这种温情呢、对他来讲，有一天他失去时，他能起大怨啊，能起大恨，因为都是什么？都是妄想执着啊，妄想执着。所以你本来的大觉心性，非种种情故，它才能够入种种心。 因为它非种种行，它不会使行者的心中堕在任何感受上、观感上故，所以他心中能大明，所以随到他任何因缘、任何地方，他都能够深入所有一切地方、所有一切缘起、所有一切周遭的人事物、当下所有的一切的感受，他能够深入一切感受，但要他又不堕在自己的观感里面，他才能够什么？他才能够平等普世。 只要有堕在自己的观感里面，那都不叫做菩萨，那都不叫做平等。那你说讲的这个太玄是吧？这个出家人讲这个容易，叫平等。我讲的平等是要你照见你自己心中本来平等嘛，你本来都在有，你明明决心觉得你自己还堕在这个观感时，那个决心多还不未曾陷堕，从来没有随着你陷入堕在上面。 假如他随你陷入了，那将来下一个念头转时，他又能怎么能够知？就好像要是镜子随种种因缘陷堕了，黑来的时候陷入黑了，下面白的因缘现前的时候，白就不能镜子就不能照白了。镜子黑缘现黑，白缘现白，当下你会发现镜体从未陷堕。 因为没有现多故，所以缘起之时，它能够深入一切缘。就因为它能够深入一切缘故，所以一切凡夫众生就在这边唤起什么？唤起种种执着的感觉。我好像都深入到黑中的感觉，深入到种种观感的感觉。但你不知道，其实这种维系深入的，所以就这一切的慧光，其实它都是什么？都是你决心中的根本平等大明啊！平等大明。 所以讲这句话是因为，师父在这个三课前讲这些话，是因为要告诉你们，因为最近也是听到很多人啊，在修行上都觉得说可以，就像听听经啊，这样好像就永远发不起精进心啊，就认为说这样生活也不错了，我这样子也就可以了，这样念佛，这样将来啊，如果是真有善根，将来临闭眼时啊，你心中一定起大遗憾。 绝对不是可以，你心中找不到东西的。当你真正临闭眼时，你会发现你眼前的东西那种感受都要随你消失了，你再也攀援不到了。因为你过去都是抓在大觉心性随缘的那种最末梢的那种感受啊，末梢的感受是随业感来的，那都将来这一期果报灭时，这全部都会不见，全部都会不存在。将来的感受还没有现前，心中会处在一片大。 这种心中觉得好像内心之中找不到东西，这种枯渴、荒凉，难道还没有现前时？啊，假如你平常的时候，在一切感受都是住在觉性中，都住在自信的根本清明上，你觉得枯渴时，那都是觉明的大明处。这种人保证西方，这种人终因不必别人渡你。 这种就要在平常日用之中，就要什么？就要为自己不断的贯穿而成，在经文之中不断为自己行者行的向进而成。你少一分熏习，将来就什么？将来在临王生前就多一分祸患，这一分祸患动辄就是千身百身、千劫百劫，你难以回头。所以这个恐怖。 这种恐怖，明明都是你能用的，你当下你根本就不失的明明觉体，你却甘心在觉心现前处，你追逐观感，追逐感觉，明明就好像譬喻，就明明都是净体光明所随缘所现的一切五光十色的种种净色，你却甘心随着五光十色的种种净色随它不断的流转生灭，你就不肯认那个净体，那才是最可怜时。 所以有的人他就会怀疑，那我要认净体，那世间好像就没有感觉了。谁讲的？你真认净体时，净体能现五光十色的是净体，永远要记住。你堕在五光十色不认净体的人，五光十色早已经失去意义了。你甚至于在追逐这五光十色时，当下了，因为你已经背离净体了，所以从此以后就在这五光十色净色之前，还会什么？还会唤起势力，还会唤起差别，唤起差别。你早已背离了这种真正的清明中的五光十色，你不过就在上面不断的营造，不断在这边罗织你的感觉而已。这种营造罗织。 事实上，最后你活着，你以为你还活在五光十色这些鲜明中吗？你早就活在你那种执着营造跟罗织的那种，从一念迷失之后妄起的种种势力所起的种种内心之章的所有这业感名相中啊，那叫做可怜人，真可怜人那临往生时啊，也是啊，有的人他有点善根了、啊。 经这些果报灭时，眼前所有一切感受突然离他好远，他觉得他离他好远。还好，恶业的人、执着太深的人，临往生时他一点这种善根都没有，马上啪，将来的恶业的感官感现前，因为他前面的那种感受已经没有了，但是他的执着的那个心中的那个大掌非常深厚，恶业的观感一现前时。 他没有选择的能力，就扒着这个观感就随他而堕，就这就叫做地狱。这就是说地狱，那谁培养的？不就是你平常你现在观想看看你平常日常生活，你不就是用这种心在不断的捉持、不断的执着而来吗？啊，所以千万不要被眼前的这些啊一时的好像觉得日子过得还可以。 就麻痹了你啊！真正想要回家的发心，假如你没有要回家的发心，听经闻法就起不了贯穿的意思啊！看讲义，收远近者。所以一切祖师说法，就在众生根本面目，如是根本大觉心性上说，所以从来不给你什么拐弯抹角，直指人心啊！这是祖师。 大德们的所教育啊，弟子教育佛门子弟的所有的一切，当下为其指出明路，就是会指出归家。因为他不但在文字上面要如实直接，他也在如实直接里面，他当下就去验证行者是不是已然发心，已然发如是行者心。什么叫做已然发如是行者心？就如善财童子53参，念念之间，心中只有一句话。 我已发菩提心，欲行菩萨道。念念之间，就在心中起如是念，这叫做行者发心。你不要小看一个凡夫行者，念念之间就是在这句话上不断的为自己反省，不断的自己的声音为自己在叩击自己的心源，不断用自己的声音，不断的在唤起自己的精魂。其实。 渐渐，你会发现，在他自信深处，其实是谁在成就？是他自信的文殊为他指引。众生心中本来自信，所有一切大智，所有一切智德，它本来常在。但是因为不见故，本来的这些德恨不见故，所以要假借方便什么？为其好像如同宝藏一样，假借方便为其开藏取出。 开出他的宝藏，为他取出。所以，诸佛菩萨、祖师菩萨慈悲，立种种方便，立种种关要，就是关门的那个钥匙，立种种关要，起出种种的这个开示。目的就是什么？目的就是让一切行者、一切行人，他懂得开始回头去什么？回头去认他的根本具足的本来的父藏啊，本来的父藏。 所以你只要有种种法门，有种种方法，就能够看到你什么自信之中本来的具足的智慧。所以你想要见到最初一个出居行者，想要见到自己自信之中的文殊智慧嘛，先从那一念中啊，我已发菩提心，欲行菩萨道中啊，念念赤诚，念念回向，念念不断的每天的警惕自己，就好像在进行品上一样，念念每天起来时眼睛张开，这句话就要在你内心中，在你脑海里面不断的激荡回响。久而久之，你会发现在你内心深处就有一道光明，不断的会为你推进，不断的会为你接引。这种推进接引就如同啊文殊赤文善财童子开始南行53参，这叫做自性文殊啊，自性文殊。从此以后，你才能够开始从念念里面，你自然而然在这一句话中能够长养种种的智慧跟道义。你为念念之间再也不该堕在尘世间的种种势力上。 你们念念之间再也不愿意什么随逐世间那些凡情的种种妄想的那种洪流，所以你会突然就会在种种过去的一切起心动念里面，你渐渐就会发现，你就会发明原来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根本的灵明心地，过去从来不见，现在突然在心中慢慢，你感觉到那个心地之中的不可思议。 越看到所有念头起处，都能感觉到那个决心的不可思议。这犹如好像我常讲的譬喻，就好像有的人真正懂得净体的人，他看到净色之时，他当下看到就是净体，没有离开净体色有净体可得的，因为净体无形无色。懂得净体的人是见到净色，他全然啊全新的智慧是放在净体。这个人叫做什么？这个人已经念念之间。 跟自己的自心相应了，念念之间跟自己自信的黎明之中啊，起出了共鸣。所以念念之间他都会在一切念头上面，他再也不是追逐过去凡情的势力，而是他在念头上面，他在思忆他什么本来的面目了。这个叫做最初见到德云比丘参念佛法门。 本来《大方广佛华严经》53参呢。 一切法中，它一定有两种相，一个叫接引相，一个叫毕竟相。毕竟相中的德云，是你根本心中的，它能够遍视一切万法的最初的德相的智慧灵明。但是在接引相中，接引就是什么？接引就是从凡夫开始起行向圣开始。凡夫起行向圣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最初也能感觉到那个德云，那个德云就是什么？你念一念，它能够帮你继续念念，懂得回光，念念懂得。 都在这一念决心的本体上，再也不甘受世情的种种事情，就是世间情分啊，世间的情这种势力流转，这也叫做德云啊，这也是德云。你能够如是这样的行者，已经能够如是念念在上面去体会了，每个念头上面你都跟自己的决心相应了，再也不随世间的种种妄想的气氛流转了，于是乎。 他就在这种的发心上，这种智慧上，他刚开始是在念头上面，他懂得就是决心了。再来就是他在任何决心上面，他可以担当一切念头了。这心中他就是会如是回转，如是回向。最初一定是你要在念头上面都知道是决心，慢慢你就能够在决心上面就能够担当一切念头。 就好像最初你一定要在净色上面都知道它是净体，慢慢你就能够在净体上面，它能够坦然现前一切净色，这叫做入海门国见海云比丘。于是乎，在一切念头间，他都能看到根本的本来的觉体，在一切觉体当下，他能够深入一切世间的缘起。 如是心，如是法，念念不退，念念不退心；如是心，如是法，念念在心中清明，叫做参善住比丘。这前面的善住比丘啊，这3大比丘，若是你能见得啊，这个你我就可以说，你就发了什么？发了行者的心了，你才是最初的行者，最初的善财啊，已经现前。 那是真善财，那个善者，那个能够胜持一切法故，那胜利的胜持一切法故为善。财者是什么？他不但能够现自己本具的根本的灵明宝藏，他也可以积聚一切万恨故，他也可以能够剖现自己所有的根本灵明，他也能够积聚一切万恨，所以叫做。 财啊，所以叫做财，这是真懂得如何发心啊。在这一念心中，你要是都能够在这个上面参，你就会知道行者所谓的行者发心在何处啊，在何处。因为刚刚已经跟你讲，这生死之中的恐惧，不要到临了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所有的一切力量还是追逐尘缘的，那你到时候你有善根啊，你都会觉得为自己惋惜；没有善根，当然根本来不及惋惜，追逐尘缘早就走了啊，尘缘中的感觉就走了。你从来没有感觉过觉心中的灵敏啊，所以目的是让你知道已经知道这个所有的一切，因为我现在在这个讲堂说法，出家人毕竟少，都是在家菩萨。像你们在家菩萨都认为说，只是听师父这样讲法回去啊，事实上我还是要过我的在家生活，听师父讲法，这是恭敬三宝，这也是卖师父面子，帮师父捧场，对吧？谢谢你们啊，真的是感激啊！平常的时候我还是要回家过一下我的生活，我有家庭。你要是有这种想法，就太辜负我了，是吧？真的是太辜负我了。所以讲到这个，懂得道理以后，我就可以今天再往下面说，因为下面就是懂，你已经知道觉心何处。既然都是在这一心上讲，所以一切花音一海，那没有一个文字能够出于如是性海中说。这个性海在哪里说性海？就在这一心之中说性海。这性海其实就环照一心，一心之中所现的一切心。心心能够相应，就叫做性海。那本来都是从心中现心，你能够离开心根本心体，你能够觉得有心吗？那都叫做什么？那都叫做瞎说，那都是魔说。所以既然能够知道一切心都是心，其实你要知道所有一切感受都是心时，其实这要是有智慧的人，还不要说个出世法的人，在世间上有智慧的人，他在喜怒哀乐之中，他都知道都是心，而且叫做一切心时，其实他心中应该早入平等，因为都是心嘛。就好像你在镜子前面看到一切镜色，你知道他是一切镜色的人，他在镜色之中还有不平等嘛，他应该早具平等，因为他知道是镜色嘛。那同样都是镜子所照而已。所以你知道说凡夫的业力的虚妄啊，凡夫业力的虚妄，他就算就在一切心中知道都是一切心。可他还是甘心受一切心中的差别的业力中受它流转。你说真有流转吗？你要是真有流转了，你就回不来了。众生若是真有流转，在地狱的众生他就再也不能够拔济了，那何必还要发大心拔济？所以叫梦里明明啊有六趣，你在梦中感受有流转，你觉得你正在受地狱苦时，那个觉心都还非种种苦啊；你觉得你在天上受乐时，那觉心都非乐。就好像镜子现白时，镜子都非白；镜子现极黑，镜子都非黑。你去甘心活在黑白的镜色上，你不知道镜色的黑白，它绝对不能离开镜体啊！离开镜体哪有黑白二色可言？这个镜体啊，你还感觉到什么？世间的譬喻啊，总是还是有什么，它还有不能够圆满处，讲的不能够圆满，因为你毕竟感觉到离开镜体，它外面的黑白好像它是对照来的。但是觉心呢，心体呢，你能够找到一法离开心体的吗？你找不到。就同样的拿心来做镜子来，拿心来做镜，你觉得在苦时，觉心也非苦。你觉得在天上受乐时，觉心也非乐。觉心若是已经是苦，谁来觉苦啊？能觉苦的一定非苦。所以这是一般凡夫，因为他陷入业感已经太深了，所以没有办法仔细思维。但是啊，法门之中又讲到，既然都是一心之法，当然有一天你能够懂得道理时，你会发现什么？过去的业感啊，它就慢慢消尽。众生因为不懂得道理，所以老是就在这上面唤起种种妄业。那个妄业就是什么？你觉得苦啊，就真苦。那苦的样子、苦的势力、苦的感觉、苦的滋味，甚至于还可以什么？还会吐出种种苦水，还会在肚子里变化出苦水来。心中的不可思议，对吧？这好像《楞严经》讲的"心想酸梅"，对吧？舌根就有种种咸恼，就是开始有酸味出了，对吧？心思悬崖啊，足心就开始酸涩，都是起如是的虚妄的变化，那岂如是虚妄变化？但将来你要是真正有一天懂得道理了，你会真的，当你道理越来越明白时，你会发现原来过去的执着，你认为实有如是大苦那种妄想，你会发现真是虚妄，那不过都是真是虚妄幻起而已啊！你永远是多在向上。 那真是虚妄，你会发现，哎，那又不是像你以前感觉到就是这么真的这势力这么强。久而久之，心中是更能大明。你看到眼前的所有一些幻象起处，你还可以什么？你还可以看透它的缘起，啊，看透它的缘起。所以，当你能够真正深入一切缘起时啊，你能够担当一切缘起时，什么叫担当缘起？起心动念现前了，过去你是多在念头上面，多在感受最末梢。 将来你会在每一个念头起处，喜怒哀乐念头起处，你会感觉到它就是那个缘起相。什么缘故现如是念？自己心中的念头，你都能感觉什么缘故现如是念，什么缘故如是念灭。一切因缘你都能感觉到，你都能够明白观察得到。当你真的能够照见如是缘起时，你已经是什么？你心中的智慧早已脱出如是什么缘起实力。 你早已超越如是缘起，你说有什么公案可说？当然有。最初舍利弗目犍连就是听马胜比丘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开悟了，出家。就有的时候，过去我听这句话，打死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开悟的。 现在我了解了，他完全知道缘起，因为他能够知道缘起法时，他就超越缘起。舍利弗表什么？表声闻智慧第一。什么叫声闻智慧？你看到缘起时，其实大觉心性呢，本来非不必说种种缘起，可是觉心呢，就从觉心中往下延时，就往凡尘中去延时。觉心它不一定能够深入一切因缘。 所以，他本来现前一些因缘时，也是觉心而已。在大觉心性之中，根本不必说缘起这个名字。可是不一定能现一些世间相故，所以在世间法中方便力种种缘起的著名，缘起著名。所以你看到觉心现出来，就像镜子现色，其实镜色都是镜子，不必再言镜色。可是不一定它会现随缘现色啊，所以。 方便又在种种缘起处立净色的名字，但是净色当下，其事实上什么？是在佛门中觉体上，你已经是先离开觉体，说它的所有一切大觉心性的随缘的适用而已，适就是事情的适用，所以纵其是就在它适用当前说缘起时，就是在哪里说？就是在一切因缘起处看到它的什么？看到它的根本的灵明。 净性若是在体上，根本不必说净性跟净色，可是毕竟它能够现如是作用故，所以现出净色来时，就在净色上面再分别说什么？有净色，有净性。其实这个净性都叫做方便说，因为净性、净色其实都是一体，这就是佛门中讲中心中的维系，你不能不知道它能够入缘的种种维系相。 但你也不能够不明白，它的一切维系其实都是什么？要收归就在这一层，根本就是一心。书它能够现出84000种维系的变化，这种84000种维系的变化，法你要清楚，每一个名字你要清晰。现在现出世间相了，它就有缘起相。所以那个时候的缘起，知道缘起是什么？应缘故知道。 有闻，因什么缘故知道有闻？诸缘起处啊，缘起当下其实就是什么？缘起当下叫做缘起，就是本来大觉心性随缘而应，随缘而应就叫缘起。那随缘而应就叫做叩打有声，叩打本来就叫交扣而已，它是叩打。 应该不是这个扣哈，应该是提手旁扣。叩打有声，交扣，叩打有声。所以缘起之时就是什么？自大决心性的随缘叩打有声，从如是声中什么，他就能够照见根本大觉的灵明，叫做以如是声见如是闻，受叫声闻。他已经在这个上面了，他是讲到这个上面，但是他已然担当一切缘起时，就是什么？就是他根本声闻的大智现前处。所以一切行者在一切世间法中，在缘起相上，我已经不直接说大觉了，就在缘起相上，你都能够担当一切缘起的变化时，其实你早就超越了这些缘起，你住的就是什么？你随缘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你的根本清明的真性真智，那叫舍利弗，那叫声闻智慧第一。那马胜比丘是现的什么威仪？为什么现威仪？因为它就是大觉心现随缘所现的一切缘起相，缘起相中其实就是真性的根本清净的庄严，所以马胜比丘就是现出威仪。所以由马胜比丘讲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舍利弗听时，他就能够在一缘起法中，看到自己心中的智慧。这个我讲这些故事啊，你们听的都是故事，因为毕竟你们的心啊放在这个上面做官呢，这种时间太少，你感觉不到在内心之中那种启发。真正要是做官的人，每天在这个心上做官的，他就能够在眼前的所有一切起心动念上面，所有一切他可以看尽缘起相。他突然能够担当缘起相时，他就知道原来他的智慧在哪里。因为你的智慧绝对不能离开缘起，就好像你找到净体的清净，绝对不能离开净色。其实净色就是什么？就是净体的庄严流露，随缘庄严流露的形象处。这种随缘随它的因缘庄严流露的现象，就叫马胜。看到如是缘生缘灭当下，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净性显实。你看到净色时，不就是净性显实吗？所以叫舍利弗，也叫舍利子。舍利子啊，在这个佛门解释里面叫什么？它如同鸠也，如同鸠也。鸠目光锐利，所以有智慧，如同鸠眼，鸠是知道吧？那种可能是那种大鹰那种眼非常锐利，它能够看到微小物，看得非常微细。表示什么？表示在缘起当下，你的智慧的眼睛就能照见，你再也看到的不是什么，你就不是堕在缘起的种种众生凡情的这种随种种缘起逐没的是那种业感，而是你在过去凡情在末梢的这个业感里面，你都能够反观到你根本的智慧灵明的目睛啊，目睛就是眼睛，一个目睛眼睛，灵明的目睛。但你。还有一个就是舍利弗是跟目犍连一起皈依的开悟的。既然舍利弗大智如目如鸠也，所以目光所现之处就是能现什么，就能够现出种种庄严的缘起。你在净体当下，你可以看到就是净色当下看到就是净体，但净体当下就是什么？就是深入一切缘起的智慧。所以他们两个人。从来就是在一起，他们就是一体。文殊势力在大乘法中，智慧是一双。在声闻智慧里面，舍利弗、目犍连他就是一对。有智慧现前的时候就是什么？既然刚刚讲的是鸠也，所以正在他智慧现前处叫做目犍连，智慧照处，见强而有力，连者叫做什么？一脉。流出大智慧一脉流出现出的缘起，你再也看的不是什么缘起的末梢，你看到是大智慧现出的种种缘起相。就好像你在净色之前，你既然知道是净性以后，你再看到净色，你会感觉到什么？你这个人感觉到跟凡夫不同，凡夫看到净色就是净色之中的势力，浑然的净色之中的茫然。只有行者，就是有智慧的人，再看到净色，他能够感受到净性之中随缘遍照的那种智慧，刹那遍照，就叫目犍连。这种遍照叫做什么？叫做神通。大智一目了明了然神通，所以他们一起出家，啊，一起出家。这是在缘起上面，你都能够明辨啊。你说师父今天讲经干嘛一直要讲这些？讲这些刚好是昨天他们有师父上去采竹笋，顺便讲到，也是我本来就想讲，因为前面讲了很多啊，什么这个知道大小了，现在又收远近了啊。你看他，你要是不再发这个行者的心，再讲下去，你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所以你要知道，决心之中，他本来就可以开如是智慧的，在你自信，你本来凡夫根本自心头上就有如是功德，你必须要如是发心。既然如此，所以今天讲到收远近，你就要在哪里看？要是有大智慧的人。收圆镜在决心体上见，要是还有真正只是凡愚，最初发出凡愚的小心的人，那圆镜呢就在一起缘起相貌上去思维，缘起相貌上思维，那目的就告诉你什么？那目的就是你能够深入这一切缘起的名相当下，你会发现，缘起可以随缘幻种种相，那能缘的那个圆心是从来非种种相，那你就从此以后打破诸缘的幻象，而入什么？入你亲近本来的能缘的清明，能缘的清明。所以光讲缘起啊，你都还不能多在末梢。能缘的那个清明非种种缘相，因为非种种缘相，所以黑缘来实现黑，白缘来实现白。所以黑白能起种种差别的因缘啊，但是种种差为什么能起差别？因为能缘之缘非种种诸缘，因为非种种诸缘故，所以它能够随一切因缘现种种诸缘，黑来现黑缘，白来现白缘啊。这那为什么你说那缘中也如是说，心中也如是说？本来万法唯心嘛。心在起作用的时候，再给它立这个名字，方便再给它立一个名字叫做缘。但你不要一讲到缘，你就忘记它是心嘛。心本来非一切相，那缘它就一定也非一切法。不要那个心一到了这些作用上面变了一个名字，你就不认它是心了。就好像演电影的，对吧？今天演一个老人，我就演一个圣诞老人，我穿了圣诞老人衣服以后。你就不认我是自然了，我只是随缘扮相而已，随缘扮相，所以有种种诸缘名。那这种名号在哪里讲得最清楚？大放广佛华严经啊，讲到心中入种种诸缘的，所以一切功德名相啊，功德名相。所以讲到缘，它是非种种诸缘，因为什么？因为万法唯心故。心它非种种诸相啊。当然，缘也非种种诸缘，心非种种法故，能现种种法。因为能现种种法故，它就一定有什么能起种种缘。那能缘呢，就是种种心中所做的功德。那能缘的那个心也非种种相。好，所以今天讲收远近者，远近什么叫远？疏则远，亲则近。疏远的疏，疏。就远则远，亲亲密的亲，亲则近。现在讲的文字，你都要在你心中去体会啊，在完全在你自心中平常的作用上体会。是看下面的文字，为此诚是近，此诚诚就跟讲说，诚是在哪里说诚。每一节课都在讲这一件诚，因为华严一海就讲这个诚相。诚就是什么？心随缘出动，那是诚。出动出不是出去的出啊，就是大年初一的出，出动。心随缘出动的时候就是诚。所以这个诚为什么是近呢？因为这个出动的时候就是前面讲的理事啊，之前讲到理事，已经讲到理事，所以你们在这上面就应该有更深的体会。出动之相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大觉心性性海之中，从理而现事。因为能事故，所以它就能够随缘；因为随缘故，所以成相生焉啊，成相就能生。生焉不要写错了，焉是那个这个焉啊，不要成相生了冒了烟了啊，成相不是生马啊，成相生焉。所以诚呢，其实要知道是诚的时候，诚其实是什么？是你的事心的能事之心，事心，事心现前，事情的事，事心现前。所以事心啊，它一定是什么？事心，因为事心是在你啊，所以事心内感，在内感，所以叫做静。啊，所以为此诚是静，是因为事心内感是静。 彼十方世界是远，一切法中，既然万法不离心，诚曰随缘故，能事那个心是内感，因为能事的心是绝对是内感觉，我觉得有能事能做是内感，所以觉得静。然后启程的种种成就叫做十方，所以你感觉它呢好像能够骗诸十方是远，为什么？因为在所有能事之上，就能够什么？能够起种种外感以十方。 事心呢，在能事上是内感，在事上面，事情的事上面，你看到是外感以十方，它外感以十方是缘，它能够外感。其实内外二感其实就是一心，这一心从哪里说内外二感？就在诚之一字起内外二感。诚在何处上说？诚在此心随缘出动上说。出动在什么上面说？出动在根本理事现前上面。 说诚心出动，那你说诚心出动是理事现前，千万不要一听到这个世间名字，你就好像就被这名字的这种过去所错认的一些虚妄啊，这种业力所迷惑。过去讲到诚就是负面的，现在所说到诚，告诉你就是本体面目，觉心之中就能现诚，只是众生。 是什么？看到根本觉心现成时，再也忘记了觉心，所以诚才背负了什么？背负了众生流转生死的业力。但既然讲到万法唯心，它本来就是如是法如是现的，只是最初如是法如是现时，你是妄想执着而去背离觉心而已。 就像镜子一定现色，现色之后，你在镜色上妄想执着而背离了镜体。但不是说镜色一定有什么，镜色就一定是使众生从此一个流转在种种生死的业障，在镜色上面妄起执着是障碍，镜色无咎。 决心必定能够入一切事一切尘，是根本的。所以尘本来是什么？非种种障，可却在尘现前处，众生起出执着，然后现种种尘障，现种种尘障。那你因为近色起处，它就会让你容易什么？再也又被近色的种种感觉迷惑。你大部分的人呢？ 没有智慧的人，就从此以后就活在镜色上面，好像仿佛徜徉在镜色的景观里面，这种徜徉在那种意境之中，于是乎忘记了那个镜体了，忘记了镜体，将来才发现，哎，这种妄心错了，把自己甚至自己的灵魂都跑到镜色，跑到虚妄的那种镜色里面去了，觉得自己就是惭愧。 所以他再也不甘受镜色的流转了，再也不甘受这个镜色的势力的这种牵流了。他是回头当下，他也不会再去坏镜色了。他能够让镜色不显吗？镜色不显，不是镜体都没了吗？只有外道摩天才会去坏镜色，那根本不懂心法的才去坏镜色。所以为什么佛门之中常说妄字，虚妄的妄？ 既然是妄，你何必还在镜色上面去破坏呢？明明是镜色，为什么会起那种妄想？那才叫做妄。妄性根本非实非真，其中根本没有理由可得，所以叫做妄。将来你除妄之时，镜色亦然。为什么镜色亦然？镜色本来就是镜体的性真。 它本来就是性真。 你何必一定要去灭金色？同样，在这一生中啊，你觉得好像这一生中，你现在每个人学佛都知道这一生虚假虚妄。可是讲到每次跟人家讲法的时候，有的人常常跟人家讲：“哎呀，这一生呐、啊，如梦如幻啦、啊，虚假虚妄啦、啊。”你敢给供哦？邓启，你敢给龙伯修行啊？自己讲自己回家都会觉得不太相信，如梦。你自己现把它参出如梦来。不是叫你在这个妄业上让你参他如梦，是在这个幻想执着上面是如梦。 当你要是真正在一切观感上面不堕在这个幻想执着上面，每一个感受其现前处就是那个决心的。决心连觉得有我都是觉，既然决心觉得有我都是觉，你就不会堕在有我这两个字的势力上了。过去你觉得有我时，你全部都堕在有我的幻觉里了，幻觉势力里，连自己起的有我都不堕了，你就知道这叫随缘。 随缘现象时，这一生生命就叫随缘。随缘之中啊，你不会在这个缘起这种幻觉、这种因缘上面，在幻起种种妄想，感受这个形象就是我。假如这个形象就是我的话，将来临往生后就如同断灭，你将来还是这个形象吗？ 但是你说法师，你再怎么讲，我们都没有办法体会到那个心境的灵敏。这个就是昨天我也在跟其他的法师说的，因为你从来不见，所以你老是还是抓在现前的得病人的那种感觉里面。我真的不相信没有病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你还是以如是病人的感觉之中，在幻想无病以后的世界。病是什么？ 病就是上面不断的还在什么起着种种妄觉，众生的病。当你能有一天你真正照见觉心时，就好像我常常讲的譬喻，你照见净体时，净体不能现净色嘛，但是它会堕在任何净色的势力没有，净体现前就是净色，它又不会堕在任何净色，所以一切净色大名时，它都知道什么，都知道是随缘。它在每一个随缘处说的我，它不是堕在任何幻象前说我，它是在任何随缘的象前，它知道有一个黎明非种种相的大我，那就是大乘法门常说的常乐我净。这个人叫做最初真正找到根本什么？根本自信家山，做自家主人。 我中非种种相是我，我才能够立种种相成我。所以以后他会住在根本心中的黎明中，看尽他现前的所有一切相，连自己的身形相貌你都不堕。这种人才会慢慢懂得什么叫做解脱。你说讲这个太玄了，法师讲这个太玄，因为你从来没有过，你永远都在那个观感，就像上次我讲那个譬喻是一样，一个穷，饿，就是这个饥饿的一个孩子。 他永远不知道饱，所以他会告诉你，你说大家去让他什么，让他给他温饱，让他除去如是饥饿贫困，给他温饱，他会怀疑，对吧？会怀疑，他温饱以后，这个饥饿的感觉是什么？温饱以后就没这个感觉。你现在觉得那种坏人，你就觉得法师你讲的我根本体会不到。 你温饱以后，就不必你这样子体会。你既然你还没温饱啊，你体会也体会不来。你如何体会？但是似乎上，我们这个不是讲玄，似乎上你在道理上可以体会的，你可以思维的出来。哪一个像是我都不可得；哪一个像是你？你自己感觉到这一生之中，从年轻，从刚开始。 父母生了我们，就开始呱呱落地开始，哪一个是你？你会发现刹那生灭，无一个像是我，在现前的所有的一切的所有一些感觉之中，又哪一个是你？觉得今天所有的喜，我觉得喜是我吗？喜若是我，我应该常喜，这是我常常跟你们譬喻的，你们应该常常要去思维的。 我要是能常喜的话，那些其他的不知道，那喜也就你也就茫然了，就好像鱼在大海之中常受咸味，它也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咸。你觉得有我的那个觉，你是在哪里？你是在后面那个我吗？觉得有我，后面叫做所觉，是后面那个我吗？后面那个所觉就像喜怒哀乐一样的，它是随缘生灭的，当处发生。当下就灭尽的。你是那个吗？你是那个是我吗？你说那我就不是那个观感上的我，那你是能感上的我，能观感的，没有所观感，能有那个我吗？没有你前面的喜怒哀乐，你拿什么立我？你仔细思维，没有一处可以立我。在一切法中都没办法立我，因为你能立我的那个都是什么？当下发生，随处灭尽。那个人是我吗？那你就有的人就忘说了，外道就忘说，有一个能观的那个是我，没有前面的所喜怒哀乐，有你后面那个能观的我吗？那能观我是什么？那法最所以说诸佛最初说的叫做诸法无我。讲到这个，千万不要迷闷。你说师父，你讲到这个，那无我，那我到底是什么呢？你只要不堕在妄觉上面，妄认所我能我，那能起一切种种我的，非一切我相之所束缚的，那不就是根本大我吗？你何必还要拘泥在一？就好像净体，你非要在净色现前，在黑中，你一直在找净在哪里？在黑啊，在黑色净色照出来的净黑上面找净，这个净色的黑中找净子在哪里？你放下这种妄想寻逐，当下一切，当下净黑不就是净体吗？当下不就是你本来面目？它本来就能够遍照，照黑照白，就是你本来面目。你何必在这上面最初妄执，在净黑中妄执为我，或净白中妄执为我，后来又在这个妄执的净黑净白里面，你想要帮它剖析、分辨、分开，在里面不断的解剖找到我，那又如何能找我？听得懂吗？听得懂的好像没几个，想睡觉的可能很多了。因为最后看到觉得我都找不到，太难过了啊！你们现在只要发心，找不到施自然，找不到我就行，直接你们痛苦就没了，对吧？所以这都是什么？所以其实内外交感都是什么？都是一心，全都是一心显现，全是一心显。只要有一天你真正能够体会到觉心的灵明时，你只要能够沾得一点其中的滋味，你再也感觉到所谓观感前的所有一切过去觉得身后那个感受，突然就是什么？真的就如同《楞严经》中所讲的，如汤浇冰，马上化成无上直觉，就这么快，如汤在浇冰，汤就是热水浇冰。那你说你是自然有汤浇冰了吗？还没有，但是已经有灵光，就是偶尔会有这种灵光乍现，能够体会得出来。我讲这个就是告诉你，只要去用心去做，每一个人都一定会在他心中会有什么？会有不断的自心之中的灵光乍现的接引。你会一步一步会为自己自心中所证，你没有走错，没有踏错步。你不就是在一切法中不能忘人，所以这一切远近二相其实都是十方，都是十方。所以刚刚讲的外感啊，以十方，所以叫做远。感外的心啊是无极的，内感是事，你就觉得好像自己心中的那能事之心，它是圆满的。外感呢，它是能够现出种种成就，所以外感，所以觉得远，所以感外之心是无极的，没有限量的，没有限量的，所以没有限量的，所以所感的十方呢，就一定是什么叫做无涯，没有限量。所以这边讲的十方是无涯，不是真有实，甚至有一个限量可比拟，表示它能感无十方是远，所以它无涯，所以才叫做真远啊，真远，远是从心中来。今尘无体啊，汉讲义。今天尘无体，尘已经跟大家前几堂课都一直在讲这个尘，今天再为大家再重述一遍。尘既然叫做觉心出动相，其实就是尘，就是它能够随种种缘起入种种事项，所以就叫做尘。但尘呢，再去仔细去思维它，尘就是什么？尘就是动起为尘，动起。所以讲到动起二字时，每一个行者他就要先习惯什么？习惯你要懂得念念观心。你习惯于念念观心的人，才是真正最初懂得万法唯心的人。所以一切行者最初一定要在心中知道万法唯心。什么叫做知道万法唯心？知道万法唯心的人，他在每一个文字的解释上，在每一个文字的体会上，在每一个文字的架构上，他都是什么？跟心架构。心虽然不可见不可得，他却在文字之中，他能够看到心中的架构。这是最初懂得万法唯心的人，他绝对不是在尘世当中，还是离心。 和尘当下去想这个尘，什么叫做动起？啊，还什么叫做动起？那这个永远啊，你在这个上面再也找不到任何道理啊，找不到任何道理啊。就好像讲到这个一切法中因缘生，所以有的一些人就在这个器物上面看到，哎呀，这是因缘和合，每天研究这个因缘和合，所以就杯子不可得啊。你研究这个干嘛？研究到最后啊。 因为你永远都是背离心在研究的，研究外面，就算你跟着放眼望去都不可得，你还活不活？还想活吗？不可得中你还用不用？谁要你去研究他们可不可得？一切器物本来万法唯心，所以你当然是直接就是面对自心之中，它随缘之，本来随缘，因为都是缘起，都不可得。 但缘起不可得的心性，它能够成就所有一切器世间，所以器世间也不可得。这个器世间不可得，不是叫你从此以后不要活了。器世间不可得是不可以妄着，因为你都知道是心。从此以后你会活在器世间中，你善用一切器物，但是它都知道是心。就好像你活在净色之前，你善用一切缘起，净色的变化，我全然知道都是心的。我不知道缘起吗？我知道缘起啊。 但我知道是什么？知道是根本心中的缘起相，无一法可得。但是就是因为无一法可得中，所以说它才能够处处成就，它才能够成就十方，它才能够成就现前种种器用。所以它正在应用时，它也知道不可得；在不可得时，它能够什么？它能够现出大气度，能够现出大智慧，能够应用得体。 它能够一切器用，它能应用得体，不是叫你去观其他的可不可得，缘生缘灭，这个因缘可不可得？但很多人都是什么，在外面看啊，没有一法可得，这就好像佛经中讲的，从来不在心中会，你把就是在观世间外面的，在外面找啊也找不到，这世界外面把你都把它看到都是缘起不可得，你最后来心不亡啊，你自己的妄心不亡，那都叫可得，可得什么？ 三途六道都可得，您还可得，对，到将来就起一个英文名字叫全德，对吧？然后或起一个名字叫麦当劳，就是面加甜吧，麦当劳不用这么甜了啊，是不是？台湾话是不是这样讲？麦当劳啊，我讲那么不标准啊？麦当劳就是麦加甜的，是吧？面加甜的。 不是啊，不要这么累嘛！不是、啊、麦当劳，天哪！麦当劳不是不要这么累吗？麦加天，你真听不懂啊？讲哦，劳就是累，劳累要讲天，麦加劳干嘛？吼、哦，你就天，好尴尬，你就天，所以。 一切法中就要在一心中参，这叫做行者最初开始懂得用心了。你把每个文字都不在心中参，你怎么将来能够感受到那个心？平常在家的生活中，你就不可能在每一个念头起处在关心了。假如在听经、在佛门之中再不关心，还在文字上面随文去消文的话，你就是什么？你真叫做这辜负己力呢，辜负这一生学佛。 所以一定要懂得关心。说到动起，你就要想到是心中的相，是心中的动起相。说动起为尘，动起为尘，动上像什么？动就好像“尘”中这两个字，上面一个露，一个土。动似尘，动似啊，鹿的无胆，鹿是无胆的，鹿啊，它没有胆。一有个什么风吹草动，它马上砰，所以它跳摇，所以它跃起。众生的妄心也如此。一触即发。晃心就是如此，无胆。胆是什么意思？胆上次好像也跟大家讲过了，胆叫做中正之官，官就是器官的官，中正之官。它在心体中，在整个众生的身体中，它是什么？它有抉择之用的。所以一个人有没有胆呢，就看他有没有办法担当，看他担当。常常很多事情不能担当的哦，可能就有胆结石。就是不能担当。肝是能够发生种种作用，胆是有人担当的，所以叫肝胆相照。这人的肝跟胆的功能都很好的，这个人你会发现他在智慧上面，他跟着抉择的能力也跟别人不同。那你说那事自然是真如此吗？肝胆好他就好了。那肝胆好就讲到维系，你不要看到这外面检查肝指数都很好，胆也不错，那这个人他很坏啊，对吧？所以这个里面就要所谓他的好是什么？他在善法中的，在正当法中的。所以肝胆之中，他还是什么？抉择在心，心中他所现的善法，那个肝胆那个相，肝胆相照的时候，他真正的抉择心中，他会比别人呢更能够明，他有明觉性。他是用恶念来的支配的肝胆的恶念的话，那这肝胆所有起的这些再健康的相，不过就什么其他种种败坏的业力而已。虽然假似也有肝胆两个很健康的相，但是这个健康相多带什么？多带邪气啊！这种气氛啊，真正懂得中医的人，他能够观气的，就好像中医里面讲到这个医学，他讲到望闻问切，摸号这个脉是最差的，最差的医了。上医是望，看你就知道，你不要以为你的五脏的气氛都很好，他一看就知道邪气还冲天啊！这虽然说乍似这个健康，但是将来必起衰败啊，必起衰败。这个东西由他呀关在维系。那我讲的是正常相，所以它有抉择，它有决断之相啊，决断之相。那土是什么意思了？就讲叫动起。所以起就好像什么？起就似土之积后，好像土在积后。所以成这个字拆开来是一个露一个土，刚好就有动起而下，动叫似露，土起要似土之积后啊。所以整个把它合起来，你会发现成这个就是什么？成就是它有随缘奋起之势，随缘它就能奋起，有处则动。就奋起，但它有后以载，这在后面就是有什么？有后载之德，有后起，就后生这个厚薄那个厚，有后载之德，像大地土一样有后载之德。所以前面能够奋起，后面能够后载，能够积聚，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成，也就表示什么？它就是事，能事之心。所以这句解释这个成的目的是让你什么？正是如是成，正是如是是心。正是的就是正当的正，是就是看电视的视。你从此以后在心中要正视这个字成，重新解释，把这个成字重新解释一番。你们老是讲到成，就觉得好像都是负面的东西，重新解释，那就更把你心中的本来的面目重新解释一下。所以你要是真能够重新解释时，一个行者，他甚至于人都在起心动念的起处都是成相，他都能起担当。他在每一个成相担当念头起处，他再也不是用过去的凡夫是堕在念头的念相的末梢，而是在一切凡夫的念头的念相当下，他体会的是什么？是心中能事的作用，能事心中的作用。啊，这个人就已经什么？这个已经就叫做开始返璞归真了啊，已经开始返璞。对，已经是跟别人不同了，他的用心以及用度不同。所以今天讲说今成无体，成为什么无体？之前已经跟你讲过，本来诚性空无，那就是是理。所以诚性原本就是从什么？从正理中现。无体是因为所有的一切是原理的空无，原道理中的空无啊。所以为什么它原道理中的空无？前面在这个会理事中啊，他已经就讲了，对吧？前面这段文的会理事上面就讲诚性空无是理啊，出会理事就讲空无是理。因为是为什么讲空无？是要是有原理的时候，是为什么是空无？能事之心啊，能事的心中的智慧。刚刚讲说心要是随缘识，在缘其实就是心，那心要是入世时，其实全是还是心。心不过是随种种因缘立种种名字一样。今天在世上，你还是要从什么？从心中的根本体会。是心，它是你说它是哪一个相哪一法？是心是无体的，能事之心无体无相，无体无相故空无。你说它是哪一相哪一体？就好像《内严经》讲的，你要说是心，你说它哪一相哪一体？它是圆黑有事，圆白才能够是有事，就是能事。它是因为黑它才能够做，还是圆？白它才能够做，还是圆空它才能够做，圆有它才能够做。它是圆大才有事，才能够起出种种适用，还是圆小起出种种适用？你会发现它都不是，因为它都不是，所以它非种种体，非种种相。因为它都不是，所以大来能够是大，小来能够视其小，黑能够从事其黑，白它能够从事其白。所以叫是体也是空无，能是本来就空无，根本无体无相，所以必定空无啊，必定空无。那你说讲这个的话，在任何念头当下，你已经可以看到尘相出动时，在任何行者在念头当下可以看到尘相出动。但是完全尘相出动，可以看到什么？能事的那个心，那能事的心都是空无。行者在在每个起心动念上面，他不舍每个念头的变化，不舍弃，但他已然以后渐渐能够体会什么？体会他不舍弃中啊，他才能够体会那根本能够起大包容，能够全是，全就是完全的全，全是的。根本是心的空无，全是就是喜来之喜，怒来之怒，喜来现喜，怒来现怒，他都能够全，一切事情他都能够成就，一切念头他都能成就。但为什么他能够成就？因为他非喜非怒，他非种种法，所以空无。他这个行者已经能够在所有一切念头起处，他已经渐渐能够体会大觉心性的本来空灵的智慧。这种空灵的智慧不叫你舍去念头，念头一样在，但是它跟过去的凡情不一样，它不是堕在相中，因为不是堕在相中，所以现前所起的那个心性之中，现在的念头虽然依旧在，但是它心起的那种包容叫做什么？正其空无，正得他的空无，这才讲空啊！不是你一听到有的人那个菩萨，有时候讲话，或者是法，有些人讲话，就像有些我讲的法师，不是讲别人啊，就讲自己家门里面的法师，没事就敢说空啊空啊，空性空性啊，空什么？原道很空，空什么？跟空性相应，对吧？怎么相应？讲的太玄了啊！你们自己讲都不觉得太玄了嘛？怎么相应？怎样修跟空性相应？空还能够相应不相应啊？空性相应，对吧？你要根本不照见你的本来面目，你所谓的空性相应都叫妄说。知道本来面目，何必更说空性？所以佛门之中啊，只要叫你什么？照见自己本来面目啊！休息10分钟。